有人，走，追他 ，come on，向馆长看齐，要解决问题，不要逃避问题。来了 ，OK， 不要怕，走。干你娘，给我开门呐、啊！等等，开门，出来面对啊！啊，潇洒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No! 我其他地方还没看过。No! 什么都没看到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哇，黑的乱七八糟！哇塞，这个，哎呦 ！Oh my god！ 里面有怪声音！我起来！哦，错赛了！这个屋子是怎样啊？这个、设计的是有个爆干车。Have they already left the house?离开屋子了。没事。不对，有事。怪声音哪里来的？哦，不要，我不要进这间房子，太恐怖了。进去就有怪声音，我一进去就有怪声音。Hello， 又有一个门。啊，看来是没地方可以去了。绕回来了。这个怪声音不对劲，这个怪声音不对劲。Oh my god！ 我是不触发了什么东西 ？No！ 哦 Oh my god！ 啊，爸爸，不要这样子啊！算了，是个男人就勇敢的冲。刚刚莫丁哥是在演戏而已啦，这对我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，简单的游戏。It's weird. Where is everybody? 作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，保持镇定是很基本的事情。我点了个文件，怎么就跳出去了？全英文，哇靠！兄弟，哎呦，满意。狗子刚停止了翻修，他们都离开房子，但是门关了，哦，闹鬼的房子碎啦！哦，高潮了。好，有关系，不要怕啊。这个地方太。大了吧！好，怪声音来了，啊，不要怕，冲！哪里有怪声就往哪里走。看到有个白羊座的，好，找到白羊座钥匙 ，OK， 很好 ，Let's go！ 有人，走，追他 ，come on！ 向馆长看齐，要解决问题，不要逃避问题。来了 ，OK， 不要怕，走。干你娘！给我开门呐、啊！赶紧开门！出来面对啊！啊，潇洒不？哎呀，真不出来！难得老子这么胆子大。I can't leave now. I gotta find the team members. 要找到队友，看来这样子欺骗自己还蛮有用的嘛。我要不要直接跳窗出去，或者带一把斧头？要看到门就砍，直接砍！管你需要几把钥匙，他妈的，这房子太讨厌了！要找一堆钥匙，直接一把斧头带回来，要开什么就开什么，有没有？直接劈烂呐！好，继续解决问题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一个房间没有去了，那个地方应该会是一个突破点。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这里黑的真的是夸张。哦，我大概搞懂了，这就是一个三个地方都通的小三通。哦，又一个地方，火炉吗？火炉这边好像没发现什么东西，那走看看好了。这里面是拿的什么东西？去给他烧死，烧死我！他妈的，我要解脱，不想要在这个房子里了，烧死我！来了，自杀都不行，连个自杀的权利都没有。不行哦，这个不能叫他小孩啊、哦！大家，我们是没有自杀的权利的。身体法不受制服，要先问过你爸妈同意才行啊。找到疯掉哎、欸！哇靠，这游戏真的太不人道了，点老半天，黄鼠狂点哎、欸！你们知道人家黄鼠到处乱点的吗？
他是要把我当福尔摩斯是不是？你他妈当每一个人都福尔摩斯，这么会找东西的是不是？观察这么敏锐的是不是？啊，这游戏设计真的是很不友善，黑到我开了什么鬼都不知道。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拼命的开抽屉的游戏。完全是柜子，哇靠，连柜子都可以开啊！这什么鸟东西？哇，好多东西要开哦。白羊座钥匙，白羊座钥匙，好来看。白羊座的钥匙在哪里？靠，不会吧？他说我一开始找天蝎，再找白羊，他要不要处女、天平、水瓶、巨蟹、摩羯、什么双子，通通都出来啊！基本上能够探索的房间好像已经通通都解开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线索就在这些已解开的房间之中。钥匙在转角处门后面的房间，钥匙在转角处门后面的房间哪里呀、啊？这边是转角吗？钥匙在转角处门后面的房间。好，平等啊，好，等我。我现在找攻略了，受不了了。找一个凶宅惊魂，跑出一堆什么溺水寒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跟什么鬼啊？哇塞，这地图这么大的哦！哇塞，还真的嘞，妈十二星座找一圈啊，十二星座的钥匙都要找一圈啊，哇靠，就是拼命的找钥匙的游戏就对了。我看不懂，哇塞，这个怎么那么复杂啊？我突然想到自己在私下研究在开这个东西了。那我把这个图片给你们看好了，让你们跟着墨镜哥一起找。这边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的地方，然后在左边是我们那个不知道什么小的地方，是天蝎座钥匙，这也是天蝎座钥匙。然后这边是我们二楼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找找找，我看这整张地图这么大，迷宫还是人家住的地方啊？太扯了吧！大到真的是一个夸张，这是人家的家吗？这图那么小，看山小叮当，山庄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手电筒。啊，我真是有个冤枉的，常常被你们白白干。哦，我大概会走喽，兄弟们出发喽 ，Let's go。他这个游戏也没有地图可以看的，这真的只能凭方向感来走嘞。这游戏，刚刚我没来这边，然后把我骂死的这些人真的是好可怜，玻璃心碎裂。这边有个门，哎、欸，但是我怎么记得这个门不能开？哎、欸，可以开。然后左边，沙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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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沙小，左边，我们这个门进去。就是白羊座，我刚好像触发了新的机关了。不对啊，左边要进去才会到那个锁着，锁着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。好了，这个男人就勇敢的冲，没给啊！来来，不要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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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走 ，Come on，Wait， 赶紧被动哎、欸，赶紧被动哎、欸，卖照。哎呦，一个文件，我也看到了那个神秘的女人，大家都在讨论她，她在那边看着我们，她是邪恶的化身，她要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，将要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，我们今天你在这边，大家都想逃离这个地方。目前，密码锁，哇靠嘞，王世坚住哪？干我小事啊！你去问他，你去查，你去 Google， 密码确实9487，不会吧？那么刚好5487。好啦，如果真是5487对了，我就请你吃饭，好不好？那个什么白羊座女孩，还有一个5487的密码对了，我就请你们两个吃饭。验证错误，妈的！哈哈哈，省下来一餐，想吃墨镜哥请的饭吗 ？Get come by。三个男人，黑呀、啊，黑的叽叽巴巴。Oh, I have a bad feeling. Strange things are happening in this house. 这个人的神经也太……哦，又是一个新的，又是一个新的地方呢。小心看到蔡英文，小心看到蔡英文，为什么我要小心看？他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们啊？好了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是不太需要及时的找到那个。Oh yeah, baby! Oh yeah, baby! Come on! Oh yeah, baby! Oh yeah, come on!
我最喜欢被你们捅了，快过来！老子喜欢从后面来，来来，阿妈，要惊没？一群垃圾，难得老子这么勇敢。突然发现我这样子勇敢的冲，好像没那么可怕的。好了，我决定了，这个游戏呢找不到东西，我就直接看秘籍了。好，我相信应该在看书的时候。